第28课，我想学太极拳。一，课文。一，我想学太极拳。你会打太极拳吗？不会，你呢？我也不会。你想不想学？想学。我也想学。听说体育老师下星期教太极拳，我们去报名吧。好。二，您能不能再说一遍？老师，我们想学太极拳，现在可以报名吗？可以。什么时候开始上课？下星期一。每天下午都有课吗？不，只1、3、5下午。对不起，您能不能再说一遍？我不懂1、3、5是什么意思。就是星期一、星期三、星期五。从几点到几点上课？4:30到5:30，一次1个小时。星期一下午。玛丽，玛丽怎么没来？老师，玛丽让我给她请个假，她今天有点不舒服，头疼发烧，可能感冒了，她要去医院看病，不能来上课。二，生词。会，打，太极拳，能，听说，下，下星期，报名，变，开始，意思，次，小时，请假，舒服，头，疼，发烧，可能，感冒，看病，药，病。补充生词：开车，游泳，钓鱼，停车，护照，执照。太极拳，
能。变，请假。舒服。疼。发烧。感冒。看病。
要。游泳，钓鱼。停车。护照。执照。